他要是让我做这个，异想天开，你这是天方夜谭。哎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踩在这个上面平行入职，那可以吗？试试试试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可是我起不来着，我的脚下那个死了的鱼一样，是大在下面。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位乔老师的现在的身体状态，已经身体欠佳了，需要休息一段。精彩的演出现在到什么阶段了呀？请问一下。精彩的演出到了一个分水岭阶段，到了一个岔路口，就是卡住了呗，说人话。我们这次的排练计划是几天呀？本来是三天，但是昨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排。今天过去，明天还有最后一天，对，时间还长，路还长，我们不着急。大不了就现场表演行为艺术，我们在台上坐着嗑瓜子儿，对吧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在北京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吃的一个四川串串。非常的好吃 ，delicious。不说，很好吃。结束了。实在是太紧了，他的肩已经不行了，是不是起紫砂了？你这样的话，那肯定会口痛。对，我就是会。对，但是你要像游泳这样。哦，是这样子的。
使不完的劲儿哈，就是有使不完的劲儿，就是非常身体充满了能量。我不是这样。好了好了，我也不演了。刚上来我们就发了我们这个歌词。我第一天爱你。演完了还这么惨，还没出来呢。